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tar Poodle TV 啊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看到很多影片。这一期我分析出了双赢卡的号码了啊，也可以看到这些影片。我还有其他分析出来的号码影片呢，就是金彩539的分析号码影片呢，还有威力彩分析出来的号码影片呢，还有六合彩分析出来的影片。啊，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可以看得到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按小铃铛，收到我每一天更新的影片通知，啊，可以看到我的其他影片，啊，可以看到我的其他影片呢，分析出来的号码提供给大家，啊，这一期呢，我分析出来的双赢彩的号码呢，啊，现在我就提供给大家。以上就是我分析出来这一期双赢彩的号码，啊，提供给大家，大家可以采用，可以不采用，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在下面点个赞，有什么话要说的，在下面留言给我，记得订阅我的 Star Poodle TV，可以看得到我的其他影片，尤其是六合彩的影片。六合彩的影片，我的朋友看了之后去买特码，他买中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六合彩之前的六合彩影片，他们都是点赞的，啊，还有金彩539分析号码的影片，还有威力彩分析号码的影片，也供给大家可以观看，啊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按小铃铛，追踪可以追踪每一天我更新的影片通知。好，这条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留意我的下一条片的，啊，这条片就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